挺好的。赵会计啊，你们家那位也太会心疼人了。还行吧，他一直就这样关心我。哎呀，真羡慕死了。这鱼怎么还不停啊？陈果，陈果，哎，你来了。来了，快走，快走。我走了啊，再见。淋着了，是不是冷啊？哎，不用了，你看看你妹妹吧，现在还没嫁人呢，就给你男的搂搂抱抱的，成何体统啊！哎，新梅，新梅，今天你哥叫我做了个新玩意儿，嗯，我给你演示一下啊。看看啊，看什么呀？玩啊！回来了，好玩啊！啊，你多大了玩这个啊？哎，你以为会弄几个破铁皮儿，弄几个螺丝，你就厉害了，你就能当上修造厂的工程师了？别想了，算了吧，你还是老老实实看大门吧。啊，不是，挺好玩的呀。晚上我不在家吃饭了，我跟同事一块吃啊，我走了。同事？什么同事啊？哎，妈，不就是那个叫齐伟的吗？他们俩都扫大街，可不就是同事吗？周荣，周荣，我怕你淋雨了感冒，我给你煮了一暖瓶的姜糖水，你趁热喝吧。祖国公益真是太好了，可是我没事，这个留着你自己喝吧。不是，你这是要出门啊？哎呀，齐伟那儿没地方做饭，我给他做点吃的去。走了。哎，舒荣，啊，舒荣，我觉得现在相对齐伟而言，我能够给你稳定的生活，我一定也能让你幸福。所以我不想再把你让给齐伟了。祖国公益，你这个说的有点太突然了。那个齐伟他还在等我，那个我考虑考虑，我考虑好了就告诉你啊。舒荣，那我等你答复。哟，热脸贴着冷屁股了呗？我说你那脑袋呀，是不是玩零件给玩傻了？亏你还想着要帮齐伟找工作呢。我并不后悔帮齐伟找工作，我那出于对他的同情，还有对过去农场岁月的怀念。反正我对书中的心是不会变的，你不管蹦出个齐伟还是什么伟，我都会追求自己的幸福。好，挺好的，真的。拿毛巾包了一下，我给你弄的都是你爱吃的，有大排，有鸡肉，还有虾呢。来，你快吃吧。你吃了吗？我吃了。这么丰盛啊！我出门的时候啊，我今天还遇到子博哥了，他看我淋了雨，怕我感冒，还特地给我煲了姜汤喝呢。他可真细心啊。子博哥啊，对我真的是挺好的，下放的时候老打着换粮的口号，把自己的口粮省给我吃，
考大学吧，他老给我创造学习的机会，回城了帮我张罗工作，我当清洁工了，还每次来鼓励我、支持我。可是感动并不等同于爱情，是不是？我知道，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，我不能指望你再像从前那样的爱我了。所以你要是最终决定不接受我的话，我也不会怪你的。你说这些干什么呀？陈国是不是生气了？生什么气呀、啊？我哪那么容易生气啊？没事儿，没生气就好。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呗、啊。你说。哎，你说你妹妹牛淑荣哈，现在也是老大不小的人了，也该结婚了。嗯。现在你都不知道，这街坊啊都开始闲言碎语的了，这对她名声不好。我也想这事儿，但是我一直想着，淑荣能跟你哥好上。他们俩要是能好上，早就好上了，没戏。哎，我那个原来福建部队有一战友，年龄跟淑荣挺合适的。嗯。不行，那淑荣，那要是真成了的话，就得跑福建去了。福建挺好的，福建离咱们海城又近，啊，万一爸妈要想淑荣了。他随时都能回来呀，就他吧，挺好的。嗯，也行，那回头我问问他啊。我跟你说，我这战友啊，现在是正团级的干部，还有发展前途，真的。嗯。不好不好，你想，福建虽然也不是多远，但是也没有很近啊。万一爸妈真想淑荣了，一时半会儿，也不说一两天就能回来的，对吧？我觉得还是找一个离家近的，嗯，这样爸妈比较放心，我们也比较放心。你再想想呗，离家近的、啊。我想到一个，就我们服装厂那个后勤的炊事员老李，他人不错，都说他人品好。嗯，你可别逗了，那老李离过婚，还带一孩子，那淑荣嫁过去直接当后妈啊？嘿，我们厂的事儿你怎么知道比我还多？我都不知道。你这离婚闹多大的事儿？真是不行不行。那你再想想呗，一时半会儿的上哪儿想去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再不抓紧时间，你妹牛淑荣可就真跟那个劳改犯在一块儿了，到时候那就是引狼入室，我们全家都得遭殃的。可不是嘛，我也担心这事儿呢。你说咱们家几辈子都是正经人，那万一淑荣嫁给这样的男人，不说委屈死淑荣吧，咱们家也丢不起那人呢。就是啊，所以我们得赶紧给淑荣找个对象。这好啊，喜欢，喜欢就好。咋咋咋，要给刘淑荣找对象。子博哥，子博哥。淑荣，是想好了给我的答复吗？对，我想好了。我，淑荣，你还是别说了。金伟他跟你不一样，你有家人，有工作，有能力，你还上过大学。可金伟他什么都没有，我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么孤单下去。淑荣。你得为你自己将来想想，你不管跟谁好，我都希望你能过上稳定可靠的生活。齐伟现在给不了你这些，他可以的，他只是需要一点点时间。所以，这就是你的答复。子豪哥，
你对我好我都知道，可感情的事情就是这样的，你说不清楚。我真的很爱齐薇。叔叔，我知道了。你看你那么优秀，你完全可以找一个比我好一千倍一万倍的姑娘。他们都不是你。我现在怎么可能考虑什么其他的女孩呢？叔叔，也许等你以后结了婚，我才会考虑自己的事儿。别别别，你该找还是得找。行了，叔叔，我没事儿。我这一个人这么多年，我都挺好的。你回去吧，挺晚的了。那我回去了，你早点休息。你们谁有合适的对象可以介绍给牛淑荣的？哎，牛淑荣不是有对象吗？嗯，那个不算数的。那个怎么不算数了？长得又好又会疼人的，每天不是送吃的就是送喝的，而且还接送上下班，打针都找不着呢。是啊，虽说是个清洁工，可每天推那个小花车连颜色都不带重样的，老远就能闻到香味儿，一看就知道是个热爱生活的好男人。哎，赵会计，这钱不对呢，整整少了8块钱，你看。哎，我的也和工资条不一样，少了10块钱。赵会计，我们打扫卫生不容易，你可别给我们耍花招。这个什么耍招啊？啊，人他不是有个出错的时候啊，我少了我给你们补齐不就完了吗？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检查卫生的时候怎么就不出错了呢？这出错了还不让人说两句啊？是啊，你到底会不会算账？不会干，找个会干的来。好啊，我就是不会算账了，这账我还得好好算。我得算到明天，明天再来吧。哎，凭什么呀？这还没下班呢，凭什么不把工资补给我们呀？真是不巧，这刚好就下班了。明儿请早吧。算了算了，明天再来吧。啥了不起？我不跟你啊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废话，毛蛋，不然。
老董了。好了，走，赶紧别冲动，这刀可真杀了人，那伤口就大了。走，前面慢点。哎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哎，你窗户没关，招小偷了。你别往里去啊！李康，不就小偷吗？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楚阳，哎，别轻举妄动，立即报警，公安马上就来。三局万一有个闪失，你就麻烦了。你赶紧把刀给我放下。小偷。哎呀，财务室那赵会计窗户没关，抓小偷了。赵新梅啊？对呀、啊，哎，这次赵会计可是倒大霉。叔荣，赶紧把刀放下！叔荣，别拉我！叔荣，别乱来啊！你捅了我，告诉你，别乱来啊！你把刀放下！我站住！把刀放下！别过来啊！我再说最后一遍，你把刀放下啊！别过来！把刀放下！叫你别过来！应该不会有大事儿啊！刘树荣这对象可真够可以的，竟然能替他挡刀子。是啊，听说还每天来接送他，天天给他送花。啊，我怎么就找不到这么好的对象？你们懂什么？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啊！对呀。宁愿，没事吧，新梅？要不你到那几个人坐会儿去。哎呀，没事儿。不都抓住了吗？是不是？没必要这么自责啊！谁说我自责了？我为什么要自责啊？小偷是我找来的，是我让小偷拿刀抵着舒荣脖子的，是我让小偷去捅齐伟的吗？关我什么事儿啊？哎，这里是医院，保持安静啊！病人度过危险期了，那个现在没什么大碍，可以去探视了啊。你没事吧？齐伟，你好点了吧？没事了吧？你呀、啊，都穿着我的大英雄了。齐伟，谁放你了吧？齐伟，团长，齐伟来了。团长，齐伟同志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今天可真是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，我们厂的损失可就大了。那不仅仅是国家财产的问题，关键是还很可能伤害到刘树荣同志。刘树荣同志。你今天临危不惧地拖住小偷，你的这种精神，我们回去后一定要号召全厂同志向你学习。厂长，我另外小妞，为了表达对你的谢意和嘉奖，我代表厂里给你颁发奖金，同时，你的工作问题我们也会给予调整。啊，厂长，这个我不能要。哎呀，拿着，这是厂里一片心意，收好。谢谢厂长。那个，今天这个事情，咱们明天上班后一定要好好做个总结。那个，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，该惩罚的惩罚，该处分的处分。齐伟同志，也请你好好养伤。这有什么需要我们服装厂做的，请随时跟我联系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小鸟，这两天就别去上班了。好照顾齐伟，啊！谢谢厂长。好了，大家今天也都辛苦了，都早点回吧。行，那我们走吧，齐伟啊，谢谢。齐伟同志，好好养伤啊。谢谢啊。
你说你傻不傻？万一你要是出什么事儿呢？万一我要是死了，那这是为你死的，我无怨无悔。呸呸呸！舒荣跟齐伟都没什么大事儿，再说厂子也没受什么太大的损失，估计杜厂长就是这么一说，是不是？心别太重，要不咱先回去。那个舒荣，那我跟你嫂子就先回去了。大哥，让舒荣跟你们一块儿回去吧，我这儿没什么事儿。不，我要在这儿照顾你。满医院所有的医生护士都会照顾我的，哪用得着你呀？回吧啊！我就要在这儿陪着你。哥，你回去帮我把牙刷、被子什么拿过来。晚上我就在外边随便凑合一夜，我要在这儿照顾齐伟。搁这儿住啊？那行，那我工资。好好养着啊，齐伟。齐伟，来，赶紧，趁热喝。我不喝，这牛奶是你们托了好多关系，特意订给爸补身子的，留给爸。齐伟啊，我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也没帮上什么忙。心里挺过意不去的，不过这事儿都过了，也别太往心里去啊，就把牛奶喝了压压惊。陈果，要是今天被小偷用刀抵着脖子的人是我，你愿意为我而死吗？当然，那肯定的。答的倒是挺快的。可惜你没办法证明。我可不想让你被小偷抵着脖子，证不证明的不要紧，最关键的是咱们谁都别出事儿，都好好活着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今天齐伟啊，一点没好，那要再不对，肯定也是个好命。我看他是真心喜欢舒荣，就跟我对你是一样的。是啊，齐伟至少用行动证明了。他可以为舒荣而死，这就是人人都羡慕的伟大的爱情。我们俩之间那也是伟大的爱情，你忘了当初你冒着狂风大雨上山来找我？对，是我自己选择的伟大的爱情。别多想，行了，怎么样？齐伟，怎么样？啊，我瞅是捅哪儿了？这是？哎，那儿没事儿。没事啊，行，在呢，那没事就行啊。哎呀，这着急死了！我看你这状态挺好啊，想啥没事呢？跟我说说。哎，这都不知道，恋爱了呗，得爱情滋润的。老大，这回打算跟牛叔叔来真的了？你觉着呢？你说现在这赵新梅和牛淑荣是亲戚了吧？这赵新梅要是知道了，不得气疯啊？不是，我发现你说什么话都夸张，怎么就气疯了？疯了正好。那当时他害你齐伟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齐伟会疯啊？
告诉你送他一字儿，该，不，活该。你这男的怎么那么狼心狗肺啊？我知道你就是想把我气疯是不是，然后去找那小狐狸精对不对？什么什么狐狸精啊，行行行，回家回家回家去。我打算跟牛世荣结婚来了。啊？我们在建湖农场仓库的时候，隔着门，当时不是说过吗？为对方做任何事情都是心甘情愿的，都是愿意这么去做的。你爱上我赵新梅是你自愿的吧？你为了我去捅人也是你自愿的吧？你进监狱关我什么事儿呢？你现在过得不好又关我什么事儿呢？我还得对你的人生负责吗？现在我算是明白，对一个人最好的报复，就是让他过他最不想过的生活，看到最不想看到的事。你怎么起来了？你怎么下床了？你快回去躺好。我有话跟你说。哎呀，有什么话你不能明天说？你这样不好好休息，怎么养伤？就现在说。哎，好好好，你先躺好好不好？你看你这个手回血了怎么办呀？嫁给我。咱们今天开会有两个事儿。第一个事儿是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经厂领导研究决定，撤销赵新梅同志财务室会计，调离财务室，调往一线车间与车艺工人。啊，第二个事儿嘛，牛树荣同志见义勇为，英勇护厂，经厂领导研究决定，即日起被聘任为我厂正式职工，调入一线车间任车艺工人。哎呀，你终于是正式员工了，真好。咱们组来两个新人，一个好人，一个坏人。组长，那门口那个是好人呢，还是坏人呢？你说呢？组长，我来报道了。哟，赵会计。对，你现在已经不是会计了，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工。还请您多多关照。嗯，我可没什么本事关照你。哎呀，也不知道厂里领导怎么想，一犯错误就往我们这儿塞，当我们这儿什么地儿了？我的位置在哪儿啊？
我们这儿可没什么位置不位置的，只有木头椅子。坐那儿。忘了提醒你了，你要是技术不行呢，就找块布头好好练练，别浪费我们的原料，千万别去请教任何人。我们这儿不比办公室，没有这么多吃闲饭。李组长，我来报道。哎呀，牛淑荣，我们都听说你见义勇为的事儿了，我们车间一线欢迎你。谢谢。淑荣，你什么时候结婚呢？我们大伙儿可都等着喝你们两个英雄的喜酒啊！快了，快了。幸好厂里把你也分到我们车间来了，不然啊，老让犯了错误的人来，哼，我们大家伙心里啊都堵得慌啊。齐伟还真是好福气呀、啊，像你牛淑荣这种连劳改犯都敢处对象的人，这世上真是少之又少。劳改犯？他对象是劳改犯？坐过牢？李组长，我要赶着去照顾齐伟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好。赵新梅，以后每天你都最后一个走，检查好门窗，还有，当心点儿有贼，你对象可不是会抓贼的。我听说今年齐伟出院，怕你忙活不过来，请了会儿假过来给你搭把手。你可真细心。不过齐伟啊，他是明天才出院呢。明天才出院，还没恢复好啊？医生说想多观察一天，主要是我妈想感谢他，给他做一顿好吃的，明天把他接到家里来压压惊。你明天没事一块来吃嘛？明天啊？啊？明天我有事儿，那个你们吃吧，我就不去了。行了，叔叔，我知道了，你赶紧进去看齐伟吧，替我跟他问个好。哎，子博哥，正好我有个事儿想要跟你说一下。你说吧。我们边走边说吧，好吧。行。那个，我今天也成了我们厂的正式职工了。真的？啊。太好了，祝贺。该怎么说嘛？说吧说吧。子博哥，我觉得你挺好的，你对我比我哥对我好多了，跟你在一块玩我也特别开心的。淑荣，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，没事儿。哦，就是齐伟他跟我求婚了。所以我当然要答应他，你知道的，我等这一天都等了很久了。子博哥，叔叔，只要你觉得幸福和快乐，你做什么样的选择我都支持你。不生我气吧？在那么危急的关头，那齐伟确实比我快了一步，就这一步是值得你托付终身的。说实话，叔叔，我曾经怀疑过齐伟接近你的动机，我怕他是为了报复新梅才来追求你。当然，现在看来，是我多虑了。所以，淑荣，祝福你。你快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从今往后不理我了呢。谢谢你啊，子博哥。那我去看齐伟了。去吧。我走了，你没事啊？走了，拜拜。
你那么优秀，你完全可以找一个比我好一千倍一万倍的姑娘。可他们都不是你。你对我好我都知道，可感情的事就是这样的，你说不清楚。我就是很爱齐美。哎呦，咱们家可是好久都没包饺子了啊，我都闻到香味儿了。嗯，不过这个饺子啊，可不是为你包的，是为了感谢齐伟，他救了咱们家舒荣，今天出院，我想请他过来吃顿饭。嗯哼，齐伟是谁啊？哎，你怎么忘了呢？上回你生病，人家正好在这儿帮着照顾你。嘿嘿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可看出来了，他挺善感着咱们家舒荣的。哎，舒荣真的不小了，该找个好人家了。哎，按理啊，他们俩认识这么些年了，要是走到一起啊，一点都不奇怪。关键是啊，他能为咱们女儿豁出命去，这太难得了。就是这历史问题。哎，历史的事儿谁也改变不了，关键是只要他现在对舒荣好就行。毕竟是坐牢不是一件好事情啊，咱们女儿那么优秀，嫁给一个老拐贩传出去总不是件好事。哎，舒荣啊，是让我给耽误喽。要不是因为我的事儿，他能找一个更好的人家，不至于耽误到现在。你也不能这么说，这都是命，有的时候吧，也说不准。嗯，你会遇到什么问题？有的时候呢，遇到这个问题啊，也不一定是好事啊，还是坏事。今天单位啊，把我找去了，说是啊，为了要改善离退休干部的住房条件，哎，想分给咱们一套房子。哎，这是好事啊。舒荣结婚需要房子，这成国跟咱们挤在一块儿这么多年了，紧紧巴巴的，你说这不正好吗？嗯，可是我不敢打包票这一定是好事，就看个人造化了。哎，我同意你呀，你的说法，我的想法跟你一模一样。咱们家舒荣啊，委屈了这么多年了。他要是真的想跟那个齐伟结婚，那咱们就把这套房子留给他们小两口，作为他们结婚的新房，你看怎么样？啊？行啊，我听你的呀。那咱们就说定了。嗯，哼哼。哎。别人说什么你可不能改啊。怎么会呢？哟，舒荣，怎么一会儿有事啊？嗯，今天齐伟出院，我想着能够买点去接他。这小年轻啊，几天不见就想啊。组长，那我先走了。哎。